化很慢，就是你边画边想，你就觉得这样子很慢啊，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啊，像老师在画的时候，第一个慢慢来啊，你们其实你们想要求快，其实是变慢啊，老师先画啊，比如这里啊，再要先看题目了啊，好，这里画俯视图、前视图、右侧视图，好，所以这里没什么大的差异哈。好，第三角法，所以请你特别注意一下，考试的时候比较特别的地方，请你把它勾起来啊。第三角法，第三角法基本上不会有错了。如果同学看到第一角法，你就要特别注意哈。好，以一比一，这也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好，间隔20mm 哦。糟糕，有的同学没有注意到这个，这个就是老师设的陷阱，知道吗？啊，因为他有时候在改题目的时候，他那个型板已经对好了，已经做好了，他为了方便他对，他会去设定这个。只是联考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设定过，所以你自己要特别注意一下啊，无需标示尺寸啊。第二点可能是废话啊。第三点，用铅笔线啊，无需上墨做图线啊，清淡予以保留。好，可是如果你没有做图线那就算了，如果你有做图线，他说可以保留起来啊，但避免浓淡不分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，好，这里三格啊，宽度三格，高度啊三格啊，深度四格。好，前视图方向是这一边，所以我现在先慢慢来画。好，我这边先大概吧。好，这里三个，好，这里四个，好，稍微把简图画出来。好，所以我在画的时候哈，特别注意一下，我就会把我刚才读到重要的资讯，把它勾勒上去，把它写上去。这里要控20mm，特别注意一下啊。好，这一题最重要的重点在哪边？最重要重点就是斜面上有线啊，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，斜面上有线一定要从其他视去取它的位置，相关的位置，所以这里不能取啊，所以这边一样啊，是画这个简图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特别注意，不要急啊，稍微对一下，看自己有没有错啊，都要检查一遍，真是。所以为什么他说过程线要予以保留？他其实老师设计这个题目是要让改的老师看你有没有拉出这一条线，因为这里的位置应该要从这边对过来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它相关位置应该是从这边对过来。啊，再稍微检查一下，这右侧视图检查完了，换前视图，看有没有漏线。好，这边啊，这边有虚线，啊，稍微检查一下。好，上视图也检查一下。没有错了之后，好，这个应该是画在答案卷上。好，现在我开始来做我的完成图。
现在基本上这里是三个单位嘛，啊，这里空两个单位，这里四个单位，这里是三个单位，这两个单位，这四个单位，老师在画的时候，我先画一次我之前画图的习惯嘛，老师都是画方言纸嘛，现在要。他说过程线要擦拭的话，老师刚在画的时候，在画之前我会稍微用橡皮擦擦一下。好，这里记住，好，跪一下。刻意稍微把这里拉过程线，往上是。擦拭还很比
明显的话，我的过程线还很明显的时候，我会整个擦掉再重描一次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画到像这样子，我花了多少时间？10分40秒，我还加解说，所以你可以看，我多画了这一个东西，其实没有变慢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你不要一边画一边看，我就觉得这样子速度会变慢的。哦，但是你有时候你的习惯就是改不过来，啊，再来哦。特别注意一下，所以这里的位置不要漏了。再来，这里有的学校会抓线条的起始与交汇，可是说实在的，我觉得联考它不会改这么细啊，它不会去线的起始与交汇。老师上一次有讲过，一条实线。啊，一条实线接着一个虚线的话，它这里不能连在一起。我现在不能出发，我在录影，不能出发。那我画，来，像这个是实线，这里虚线要跟它有一段距离。啊，如果你想的，你在画图的时候有想到，你就把它蹦出来。啊，当然这边要接在一起。而这边虚线接触实线的地方要控制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这一题大概就像这样子。